公司的网安部门已经查到对方的 IP 地址了，他就在刘鹏的麻将馆。刘鹏？是啊，你说这事儿会不会是？胆子大，敢要挟我？给我一个对儿钱！不要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峰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快说吧，峰哥。来了。这回是警告，下回让你消失。自己都不出声，还能管我？东西要给你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安德鲁挖过来。那您现在作为灵视集团的战略顾问，那收购的话得算数吧？拭目以待吧。拭目以待。我很尊重您，也尊重您的专业能力，我们会给出我们最大的诚意。我要求我的工作环境 pure English。 那如果我们做不到呢？做不到？你们的思想和认知真是太落后，太浅薄了。孩子，从今往后我闺女啊可就交给你了。您放心，你们俩一定要好好的。一拿到钱你就给你们买了套新房，吴先生出手挺大方。还行，也得谢谢你。我们很快就可以研发自己的 AI 产品，那时候狄峰想追都追不上了。但张峰最近有点过于安静了。 AI 研发部所有的员工都受到了骚扰和威胁，我们公司的股票已经连续好多天下跌了。主要就是因为咱们灵视集团本来一直都好好的，但是自从这个吴二狗担任了战略顾问之后，咱们的上市企业搞得是乌烟瘴气啊。三天之内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吴二狗，不要再狡辩了，今天就给我的好兄弟偿命。咱来这儿干嘛？吃饭呀。吃饭不用这么隆重，随便吃两口就行。谁抢了我的包房？我。吴二狗，菜呢？张总，我问你菜呢？我们的厨师刚被那两个客人带走了，今晚没菜了。看来这九重天的菜是真的不太容易吃到啊。楚总，您别走啊！吴二狗，我记住你了。你知道我见到他想到谁了吗？老街改造这个工程呢，应该是东江市近十年来最大的项目，谁要是能拿下来呢，谁就是东江市建筑行业的龙头老大。我们现在最大的竞争对手应该就是鼎峰集团，所以大家共同努力吧。要做龙头龙头，要干就干鼎峰。来喝喝。他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是徐云龙呢？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怎么可能还活着呢？一定不是徐云龙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对不对，你不是徐云龙，你不是徐云龙，他早就死了。灵视集团在建筑行业，新人，你一没钱，二没资历，拿什么跟我们争？张总，跟条野狗置什么气呀？张总。
人工智能亏了的钱你挣回来了，就资金雄厚了。话还挺多。